新月设计师春装上市，郑敬忠的女装品牌 Cephas 与旅人女人为题，走一贯的性感优雅路线，洋装透过透视薄纱拼接，双开叉多层次细节，性感迷人。两件式裙装也是亮点，异材质拼接的短背心，不规则设计的双层裙，充满女帝气势。吴若琳同名品牌905则以美国女摄影师 Vivian Mier 为灵感，将60年代纽约与芝加哥的复古氛围加入设计中，呼应摄影元素的胶卷印图，印上黑纯丝雾干纱洋装，搭配异材质拼接短外套，展现略带拘谨却带有个性感的造型。融入套装剪裁的衬衫，外套为粉红色薄纱拼接短外套，搭配百褶吊带裙，以色系带出早春清爽气息，赋予服装60女性的俏皮自信感。